单盘坐佛像、满足愿望佛像、大城代型、建新的比原的更大。比高178厘米，宽度102厘米，坐在玻璃房子里变成蛇神，外部长得到大腿，右手置于胸前表示招手形状，左手置于大腿上，转手向字，在底座共有四只神鸟和法轮牌。1908年方贵妃御室建造。